足行神长行第三句，最深花极足行神，得夜夜心念中建立一切如来众会道场解脱门。菩萨的德号最胜花极，胜是殊胜，花极这个是在头顶上戴的花冠，都是表菩萨的阴性啊，他所学习修学的法门，使夜夜心念中建立一切如来众会道场。这个事情有理有事，理离不开事，事离不开理。理事是圆融的。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内在念念安于理事，外则处处建立道场。这两句的提示很好，最重要的是先有内而后再有外啊。内念念安于理事，理是发性，性是空寂，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跟我们讲的，本来无一物，这是内呀。如果用佛法这个教学的原则上来说呢，心安于定慧，这是理；外念呢，这个建立一切如来众会道场呢，这是戒律。我们能够延迟戒律，在在处处都是建立如来的道场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看到这个经文误会，一定要每个地方去建庙，那就错了。佛不是这个意思，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见过一个寺庙，不但没有见过寺庙，给诸位说，连个小茅棚他也没有见过。他老人家得大自在啊，一生当中的树下一宿啊，日中一时啊，这些事情现代人听起来很难接受，很难相信，认为说这是神话啊。而实际上现在这个世间还有过这种生活的人，澳洲的土著啊
现在还是过这个生活，他们在澳洲内陆啊，沙漠里面的生活啊，晚上到哪里去睡觉去休息呢？树下。他们就是躺在地下睡觉啊，通常呢他们带一块兽皮，一半垫呢一半盖，西方人到澳洲去旅游跟他们在一块过了三四个月时间的生活把他们这个生活状况写了好几本书。我看过一本《旷野的声音》听说现在第三本已经写出来了他过的那个生活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个生活不过释迦牟尼佛没有躺下来睡都是打坐树下一宿，他们是躺在地下睡，身体健康我们这些都市的人这娇生惯养那个生活我们一天都不能过如果我们露天夜晚上大概第二天呢就要送到加护病房了他们从生下来就是过这种生活一生没有改变的真的是逍遥自在完全随顺自然的所以这个地方建立道场我们就明白了道场是形象我们这个身是个形象身就是道场菩提大道用我们这个身相来表现显示出来我们的身心都在行道于是在在处处就是道场这个意思一定要懂所以用戒定慧三学来说呢戒律是道场定慧是存心的一一心念中表现在外面就是道场要落实在我们现前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道场就是模范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言语要随顺发心这个道场就建立了违背发心呢这个道场就毁弃了佛法能不能住世实在讲不在那些硬体的建筑是在后世弟子的能不能依教奉行这是真正的道场那我们看看现在社会
啊，今天还有朋友来访问我，谈到这个世间的灾难，有没有方法消除？或者是有没有方法了推迟啊，把它延后啊，有没有呢？方法是有，做不到啊。啊，什么方法呢？一切众生呢都觉悟了，都回心向善了，不再造恶了，这个灾难就能化解啊，就能推迟。但是谁有力量能叫现在世间作恶众生呢回头是岸？这个事情难了。啊，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同祖师大德们所说的话一样了，度一个算一个啊！我们身与意三业都在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心里头秘密不忘佛陀教诲啊，经里面这些教训啊，念念不忘啊，这就是一业心念中，与一切人交往，开口都是劝善归过，都是劝人断恶修善啊，劝人转迷为悟啊。我能劝人，我们自己已经做到了，自己做到就是建立形象，就是建立道场。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遇到说人给你打招呼啊，一分钟也好，两分钟也好，没有废话了啊，这是真诚的慈悲也。我们道场从这里建立啊，从形象上建立，这是真实的道场。不但世间人见到啊，九法界众生也见到古人常常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啊，我们讲有神灵啊，除众神之外还有灵鬼呀，他们都见到啊。我们一个好的形象他们都得利
这些神灵有时候有特别的因缘，也能够明显的沟通。他们给我们传递信息，只要真正的修行人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九法界众生都得利益。你不要说一句话了，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何以九界神灵都得利益呢？这不就是建立一切如来众会道场吗？他得利益了。他为什么堕落在九法界，不能够回归到一真法界？就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啊！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啊，你能够利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一真法界现前了，九法界的界限突破了啊！他看到这一点，他领会到这一点，他明白了，这就是他得利益的四象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有忧虑、有烦恼，他们就痛苦了。为什么？加重他的妄想分别执着。凡事有个理，清凉大师讲的念念安于理事，事是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事不要放在心里啊，外面有事，心里没有事，这就是佛菩萨啊。反复的麻烦在哪里呢？外面是有事，里面的事更多，这就错了啊！诸位要知道啊，你看看佛家的表法，我们前面看到莲花了，用的最多的啊，莲花代表清净，代表染净一如啊，根生在泥土，花开在水外花跟根没有离开啊，是一不是二啊。啊，它是个整体啊，你看他表的这个意思啊。另外一种表法用的最普遍的法轮啊，法轮是什么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语言。这个表法的意思很深，语言有心呐，心就是理，语言有周啊，周就是思啊，所以心要安于理，
心不动，心空寂，心里头本来无一物啊，心永远无一物，这是真心啊。你心里面现在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跟你说那不是你的真心，那是你的妄心，是你把自己的真心迷了以后起来的妄心啊！你要记住，妄心，妄就是虚妄的。所以《金刚经》末后这个偈子说得好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切有为法头一个就是心法啊，第二个是心所法，第三个是心不相应行法，第四个是色法。天清大师把一切法归纳为百法了，这四法就占了九十四法啊，末后六个叫无为法，包括了我们的妄心，包括了我们的色身啊，山河大地的环境都是属于色法，不是真的，是假的呀。把这些假的当真放在心上，你的心坏了，错了啊！你忧虑什么？你烦恼什么？全是一场空啊！一个人果然把这些事理的真相看透了，叫看破嘛啊，真正看破了当然放下，怎么会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呢？放下之后啊，那个心里头什么东西呢？念佛真心念佛了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万缘放下啊，所有一切妄想放下，一切分别执着放下，没事，本来就没事啊，所以谭经讲的本来无一物啊，这个话说的多清楚多明白啊，身体活在这个世界，那就像此地最胜花吉菩萨教导我们的啊，建立一切如来众会道场，我们总结这个佛陀的教诲，自在随缘啊，自在随缘就是建立一切如来众会道场啊，看破放下了，念念安于离世啊，自在随缘呢，处处建立道场，这是清凉大师讲的啊。那么至于有些人想建个寺庙庵堂啊，我常常遇到有一些人来找我，我给他的回应
随缘而不攀缘。啊，攀缘就错了，攀缘是你要操心呐，你的心就不清净了。换一句话说了，我们的形象被破坏了，那是错误的。啊，随缘能成就吗？能。啊，为什么能呢？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嘛。啊，你想在这里盖个庙，诸佛菩萨的意思怎么样呢？如果诸佛菩萨看到这个地区众生学佛的语言成熟了，诸佛菩萨一定在这里讲道场。哦，那这个很容易成就啊。这种例子古时候很多很多啊，道场不是人建的，佛菩萨建的啊，自自然然很顺利成就的，没有操一点心啊。我早年学佛，承蒙张家大师的教导，我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学佛大概有30年了。啊，我们才有一个小道场。啊，在台北华藏佛教视听图书馆。啊，不是我有意去建立的，啊，是这个多年听经的大众，啊，他们希望建一个道场，我说好吧，那就大家乐意嘛，就很容易成就了，一点都不操心呐，也没有问人花一分钱的缘呐。自然成就，这个对的啊，没有破坏我们的清净心啊。第二个道场也是在台北建立的佛陀教育基金会啊，简丰文居士一个人捐助的啊。我问他，你是真心还是假心？你有什么企图啊？你是不是想害我？是不是想破坏佛法啊？他说不是的，真心，什么企图都没有啊。那很好，清净心啊，我就接受了。如果想建立个道场，有所企图，想在这里面得一点名闻利养，你这个道场送给我，我都不要。我不能破坏自己的清净心，我也不能伤害你呀。啊，要让你在这个里头得名闻利养，我对不起你。是决定不能妨碍理啊，理是什么呢？清净平等觉，那就对了。如果是稍稍障碍清净平等觉，这是不能做啊，那就是说语言不成熟啊，语言成熟自然而然，这语言成熟了啊，稍稍带一点勉强，语言不成熟啊。
我们要懂得啊，一切如理如法，好，一生无烦恼啊！啊，要做的如理如法啊，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形象啊，这才是如来真正的道场。如来是自信啊，啊，自信表现在这个形色上，就叫做道场。再看第四句，摄诸善见作现身，得具足发布，谢调伏无边众生谢陀门。这是教我们如何把佛陀的教诲具体落实啊，这很重要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的，举足下足还应发挥呀，诸有威仪，无非佛事，第四位作先生跟第三位他们所修学的法门是一不是二啊，前面讲的起心动念成就诸佛如来的形象，这一位菩萨教导我们怎样具体落实成就如来的形象。摄诸善见，你看看他的名号啊，我们看到这个名号自自然然会想起十善业道经里面释迦牟尼佛的开示，是十善业道经的中心是修学的大根大本啊，佛教菩萨啊，菩萨是我们的代表啊，就是教一切学生啊，昼夜常念善法啊，昼夜没有间断呐啊，常念善法了，就是此地讲的诸善见，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令诸善法念念增长，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你们想想，他名号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才是具足法布啊！啊，请局部
抬起脚来，下步是脚放下，这四个字就是我们今天讲行走啊。而在此地呢，讲行道，具足发布是行道啊。这四个字的意思包含的非常之广，完全是讲四相。啊，也就是说，我们真正想学佛，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要给一切众生做好榜样。习调伏无边众生啊，调时调顺啊，调心啊，伏是伏他的烦恼习气啊，给一切众生做榜样啊。真正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我们有没有做到呢？十善业道经上佛讲的这段开示前面有一句话了，菩萨有一法了，能离一切世间苦。你看一切世间在此地讲无边众生，包括九法界，九法界一切众生永离苦恼有患，就是这一法，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啊。所以无论是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从哪里修起啊？从十善业道下手，从这学起外游十善业道，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十善业道经上我们讲得很透彻。啊，这部经经文不长，啊，义理非常丰富。后面世尊举例而言，包括了整个佛法啊，所以它是一切佛法的根基啊，是观无量寿佛经上讲的敬业三福的落实啊。敬业三福三条啊，第一条啊，第一条是落实在十善业道啊。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没有十善业道，你三福头一条都没有。啊，换一句话说，不管你修学哪个法门，不管如何用功精进，你都得不到结果。啊，为什么呢？像那个树一样是没有根呐。怎么可能有树呢？这根呢？
啊，因此我们读这一节经文一定要常常想到具足法布，我们的一言一行有没有利益众生这种心，有没有利益一切众生的行在其中。要认真去反省，要认真去想一想有没有啊，我们说老实话，实在没有啊，偶尔有之啊。什么时候有之呢？在听经的时候，现在讲到了有，下课之后啊，离开这个讲堂没有了，一转眼又是烦恼习气做主了。不但我不能够调伏众生啊，反而被众生降服了。怎么呢？受众生的影响啊！众生赞叹我，哦，我生欢喜心；众生回报我，我可能呢生气啊，生两三天的气。这就是心为境转啊，我们自己转不了境界，被境界所转啊。被境界所转的是六道凡夫，欲界天以下了啊，恒被境转啊。欲界天，欲界有六层天呐、啊，夜魔天以上啊，逐渐不为外境所动摇了。为什么呢？他们修定了，到色界初禅，定功有一定的深度，不会被外境所转了。我们一点定功都没有啊，一点智慧都没有啊。智慧是明理呀、啊，明的什么理呢？头一个，人情世故。我们连这点道理不懂啊，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得罪别人，自己不知道啊。有些人你得罪他立刻就反抗啊，哦，如是你知道了，知道了并不知道自己有过失，
往往还说别人不对。啊，有一些人稍微有一点涵养的，你得罪了他，他不说。啊，他表面上还是随顺你，心里头生烦恼。为什么？他凡夫嘛，没有定功嘛。啊，你侮辱他，你伤害他，他不生烦恼，心里头若无其事，那是有功夫的人呐。啊，也就是有定慧的人啊，他的人呢，有多么大的限度，就是他有多么深的定慧。定慧功夫越深，啊，他能够忍的这个幅度啊越大。啊，定功浅的人，啊，小的侮辱他能忍，大的就不能忍了。啊，诸位都念过《金刚经》啊，《金刚经》上释迦牟尼佛提了一个公案，割离王各界身体，啊，忍辱先人在修行啊，啊，遇到这么一个不讲理的暴君呢，啊，忍辱先人能忍，他的定慧呀，圆满了啊！所以毫无理由啊，恶心将这个忍辱仙人凌迟处死，忍辱仙人一丝毫怨恨心都没有。而且还发愿，啊，将来我成佛的时候，我先来度你。这个事情详细的在《大涅槃经》里面，啊，那个时候的忍辱仙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啊，他没有成佛，在修菩萨道的时候，修忍辱波罗蜜，啊，遇到这么一桩事情，啊，那割离王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第一个得度的学生，乔成儒尊者。忍辱仙人说的话兑现了啊！你看看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吗？若无其事吗？啊，知道这个色身空寂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以他能忍。我们为什么不能忍呢？把这个色相看作真实，不知道这个色身是虚妄啊，不知道这个世间是虚妄啊。如果知道色身世界都是虚妄的，都不是真实的，你想想看，你还有什么事情？没事了啊，说个忍辱都是多余的。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见解，就不是凡夫了。凡夫没有这个思想，没有这个见解。啊，我们学佛，无非是超凡入圣啊。
啊，像袁了凡先生一样，啊，袁了凡先生，他的本名叫袁黄啊，他姓袁，啊，名字一个字黄，别号叫坤仪。学佛明白了之后，啊，他把他的号改了，改做了凡，啊，什么意思呢？了脱凡尘，意思就是现在明白了，明白了啊，那我的愿望是超凡入圣呐，啊，不再甘心做凡夫了，不就这个意思吗？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是此地讲的具足发布啊。有没有这种念头？启发一切众生的正知，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帮助他了凡，啊，帮助他了生死出三界，啊，这还不够啊，如何帮助他超凡入圣？啊，圣，阿罗汉、辟支佛，小圣。啊，菩萨是大圣，佛是究竟圆满的大圣。我们不能说帮他，哎，证得个阿罗汉，不错了，不行。啊，帮助菩萨还不够，一定要帮助他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个说来，我们能做得到吗？这说真的，如果没有遇到净土法门，肯定做不到啊！遇到净土法门呢，借着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力量，我们能做到啊！我们自己能够在这一生当中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我们也能帮助别人啊，这是我们很幸运的，我们遇到这个法门了。遇不到这个法门，说个老实话，超越六道就很困难啊。为什么呢？除净土法门之外，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断见思烦恼啊！我们的见思烦恼能断吗？头一个，我们讲的最浅啊，实在讲，连见思烦恼的真正是沾个边缘啊，边缘还没有看到，接近边缘，自私自利。你能放下吗？放下自私自利是断见惑头一条身见的边缘呐，你身见还没有断呐，断身见呢才是小乘须陀洹果，你就晓得多难所以古大德说过啊，
如果没有净土法门，今天这个世间学佛的大众没有一个能得度。这个话说的不假，确确实实是事实真相。但是净土法门肯定得度，一定要依教奉行。经教里头最重要的经业三福三条，我常常讲啊，最低限度头一条做到啊。第一条都做不到，那都不必谈了。第一条是什么呢？修十善业道。我们千万不能够轻视。今天修净土的同学，功夫何以不得力？你没有修净业三福，所以念念佛不能成就。你要想真正成就，发菩提心，一心专念，还得要修十善业道。孝亲尊师，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样念佛，将来往生凡圣同居土有份呐！好，现在时间到了。